同等佢有啲誒嗱，呢啲可以揩少少落去，濕濕地，濕濕地，鹹鹹地，濕濕地咁樣。一陣用嘅時候方便啲嘅，即係好似你整豬排牛排解凍咁嘅嘢，係咪？咁嘅意思。啊，嗱，做嘅時候咧，佢一樣嘢，心態上咧或者新嘢咧，梗係需要協嘅，或者無從入手嘅。但係一樣嘢係好好嘅，你哋好幸運有我啦，係咪？同埋有阿陸嘅，所以咧。是真的差很遠的，即是逐不逐不來。那你第一樣做的事是什麼呢？手要穩，所以我經常都說寫個書法的人的，對著這句話說，寫個書法的人畫畫是有幫助，他不夠有力，還有他的位置會準。看著了，畫的時候呢，那隻鴛鴦，鴛鴦是有分別的，鴛鴦理論上鴛鴦是只過一對東西，除了天鵝之外，鴛鴦是最中心的，基本上由始至終只有一隻而已，男人都做不到，女人有時都做不到的。但是鴛鴦，鳥類的鴛鴦是可以的，天鵝都是的，只有一個。所以如果他的伴偶死了，他是很傷心很傷心的。那你畫的時候呢，那鴛鴦的鴛，即是漂亮一點的那隻雄性叫鴛，獅子都是的，老虎漂亮那隻，你有毛那些就雄性的了，那這樣畫的嘴先容易一點，看著斜斜地一二三可以了。你畫完之後呢，這個其實它有少少尖的，咁一樣啦，呢度咧咁樣樣嘅，嚇個比較呢個釘釘咧係有少少顏色嘅，嚇呢個位咧佢係咁樣樣嘅啦，喺呢個位開始向入邊整嘅，即係佢其實呢個有個鼻哥窿咁樣嘅嘢，向入邊嘅呢個睇住啦，你可以分幾筆做嘅。你一筆做都得，停停停，你分幾筆都得嘅啦。跟住呢個位啦，呢個位開始即係有個圈咁樣啦，呢度執去多少少，浸滿少少。你可以起角，如果你唔中意起角咧，圓少少都唔怕嘅，都得嘅。跟住好啦，呢度啦，就咁、是、樣。基本上個黑色去到邊度呢，大致上去到呢個嘴嘅呢個位置，即係拉直嘅，就 OK 噶啦。點翻入去？嗱，唔難啦，係咪？趁佢筆執仲用緊呢個位置，前少少嘅，你見到我好前嘅啦呢個位置。一開始好傻個樣子，你就咁望落去咧，傻仔咁樣樣，好傻個樣子，大概咁樣出嚟嘅。咁啊可以用右筆，我懶啦，應該用右筆呢度可以整啲須啦，實有嘅你知道嘛？我呢個都整粗咗，我都係懶嘅，所以應該係用啲油筆就好啲。咁樣樣 ，OK。做完呢個之後咧，用一支淺少少嘅顏色嘅筆 ，OK。咁做咩咧？嗱，今次呢個顏色嘅運用係好重要㗎，所以大家要細心啲睇啦。睇住啦，用紅嘅，少少珠標。加少少黑，攞前少少，自己望得清楚啲。珠標先，好啲啊。紅，加少少黑，嗱你望到係咁樣嘅顏色嘅，係咪？暗嘅，掃落去嘅，睇住嗱嗱喺呢個位，其實佢係向前邊先嘅，即係咁樣樣。你可以先啲都唔怕嘅，你可以掃呢度啊，掃落去多啲都唔怕嘅。趁佢未乾曬嘅時候，用水化一化佢。好睇啦，咁樣嘅嚇，個布就係咁樣樣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啦，下一步，頭先用朱紅噶嘛，黑係咪？今次朱唔要啦。嗱，你望到嘅，如果我話背脊嘅時候，係唔係好見？你哋個姐色就係咁嚟嘅啦，其實。你哋以為這色咁係咪？其實係紅，但係好乾身㗎，其實好乾身嘅。紅加黑，就係咁樣。所以個顏色係好暗嘅。OK， 做嘅時候咧，記住係鴛鴦嘅背脊嚟嘅，所以喺呢個位，喺呢個位。OK， 輕輕地撳落得㗎啦，得㗎，攞過少少。
唔好太長喎，記住短啲嘅。趁濕嗱，將呢支筆頭先用嚟畫黑色嘅支筆稍微咁扁少少。呢度係呢度係比較上細啲嘅，大啲嘅細翻。你中間係深色嘅，細翻細翻得啦。OK， 好，做完呢個之後咧。就在後面好似成個銀杏咁樣樣嘅啦，呢個比較難做啲，點解咧？洗筆呢個顏色係成隻嘢入邊最多，咁你要細心啲，慢慢去整嘅啦。先用黃色，黃色啦，薄啲噶襯底，跟住咧注表啦，肯定係係咪？嗱呢啲你都知噶啦，嗱咁好明個黃色唔夠啦，太多啦嗱。暗少少，可以鮮豔啲噶，我就做得暗啲啦，同埋佢印得暗啲，其實可以鮮豔啲啦。好啦，跟住咧紅色，深啲嘅紅色啊，深嘅。好，跟住咧黑色，即係呢個。咁成個嘢其實咧。就好靚噶啦，黑色好誇張添嚇。做嘅時候記住唔好太多，第一下上面嘅好少嘅啫啦，彎上去呢個位嗱，唔好垂直啊，唔好太斜，稍微45度角呢個位開始停一停，得噶啦，好靚噶啦，自然啲。你冇改下整下就好得噶啦。OK， 好啦，第二下啦嗱，仲有啲顏色噶嘛，係咪喺呢個位嗱，有少少白色留翻出嚟嘅啦，你做下呢個位。OK， 可以整到佢咁樣樣，你可以封咗佢啦，咁樣樣呢個位啊，好靚啦，得噶啦啊！有時我哋會加個頭噶啦，睇住呢個位啊，睇住加多少深色，呢個淺啊，係咪？睇住啊，最尾嗰一下都得，嗯，好睇嘅。總之呢個俾人覺得有啲唔同顏色嘅，得。入邊深，出邊淺，唔同顏色都得。呢度唔好整到佢好齊啊，唔需要嘅，磨成頭先好睇。趁佢未乾曬，用支好幼嘅筆，就係嗰啲橫口單啊，嗰啲勾線啊，嗰啲呢啲啊，嚇！記住用咩咧？墨紅，記住啊，係紅色加墨，亦即係呢只要好深嘅。點解咧？要深過呢個位，咁你就變咗就停頓。好啦，再嚟深过呢个位咧，可以弯嘅，去松近啲啊，龙唔该你，好睇嘅，嗱，好准嘅呢啲位要啊，唔够深咪再加啦，去加多两点点缀噶，好睇啦，你见到但又唔系多，系嘛？你见到但又唔系好明显。OK， 可以落少少都得，都 OK。好，跟住啦，你哋而家明點解我唔教嗰只乸噶啦？記唔切噶，記唔曬嘅真係。畫咗呢只先。OK， 嗱好啦，跟住啦，要黑筆。所以你見到我好少特登話要兩支筆嘅，我今次真係淨有兩支筆嘅啫。嚇，佢有一啲羽毛咧係咁樣樣嘅，呢啲胸口位出嚟嘅就好靚嘅，少少。即係其實呢個係佢嘅背脊嚟噶，呢個係佢對翼嚟嘅，後邊有啲。仲有呢個形嘅，佢即係佢有啲翼大塊啲咁解嘅啫。OK， 呢度有啲羽毛嘅，咁樣樣嘅，呢度都有嘅，少少嘅啫。咁樣嘅，好啦，有呢個位置有對翼嘅嗱，唔好太長啊，呢度得噶啦，因為我哋嘅鴛鴦最多到呢度嘅啫。OK， 呢度有，其實呢個有個尾嘅，我哋先畫咗對翼先，其實咁樣樣嘅啦。得噶啦，咁樣即係整幾嚿，整幾嚿呢啲，等佢睇落去呢一對翼，呢度都有對翼噶啦，兩邊噶嘛，得噶啦，明唔明？嚇，唔好太長啊，到呢度差唔多啦，極限嚟噶啦，好啦，最尾呢個位置，紅色、白色，就係呢個啦，係咪？再深少少，要暗啲嘅，睇住啊！
係一個咁兩下得嘅啫，一下係唔好太長下啦，咁樣就唔得噶啦，太長啦嗰啲嘢，到呢度一下兩下得噶，明唔明講乜嘢？你可以將佢拉入去，咁你就咪空白咯，係咪？即刻洗筆，用翻少少珠標加紅色，即係類似呢隻色嘅，加落去睇住啊！好大好多啦，襯翻啫嘛，你喺出面都得噶，告訴你少少咯，都得嘅，就類似咁樣。OK， 好，呢、這個整完之後，將呢支筆洗啦，留翻少少顏色，少少灰灰地嘅，嚇，唔好太多，灰灰地。OK， 跟住咧，前面加濃墨，點落去嘅？點落去嘅？咁即係後邊水啦，係咪？前面係濃墨啦，係咪？嗱，做一樣嘢，由呢個位開始。做嘅時候咧，盡量啊，盡量要快手睇住啦，唔好黐住，唔好落嚟喺呢個位嘅啫，睇住啊！好叻啦，你要快到撳咯，撳落去嗰一下過嚟就係噶啦，啱啱好呢、這個位要窄少少嚇，即係咁樣整出嚟咁樣，佢鴛鴦係個肚喺呢度係好舒服噶。OK， 咁樣樣，趁佢未乾曬，嗱，仲有少少顏色咁係咪？睇住啊！呢就係隻腳嚟噶，撳一撳，誒呢就係隻腳嚟噶，兩隻嘅 ，OK， 大髀呢個位出嚟，係咁樣 ，OK， 成個鴛鴦嘅形出咗嚟，好，跟住又要用呢支筆啦。加少少珠標，少少黑，淺啲嘅，呢度嘅黑淺少少嘅，冇太深，嗱，少少黑得啦。稍微淺啲，整扁支筆 ，OK， 喺呢個位啊，呢啲位睇住啦。身體呢啲位置，仲未乾曬，好多，有啲斑斑咁啊得啦，乾咗之後就好靚啦，即大致上咁樣。好啦，跟住啦，呢啲位啦，睇住啊，珠標加少少紅 ，OK， 好啦，跟住鮮黃或者加少少白都得，你講下鮮黃或者加少少白，再落去一下得啦。是咁嘅啫 ，OK， 系咁嘅啫。跟住咧，呢个差唔多干啦，真系要用白啦，睇住啦。干晒。唔紧要。睇住啊。呢个做咗先啦，好似啲叶咁样样。勾根中間 ，OK， 中間水分唔好太多，少少水分。如果你太多咧，佢就會稀噶啦。好睇啦，呢度當然重要啦，點睛啊嘛，點尖一定要點喺前面噶，唔好點中間啊，一定要點前面，而且唔好太大。OK， 好啦，好，跟住啦，
塊面係最麻煩嘅，點解咧？塊面咧其實佢係淺黃色先嘅，淺黃色好薄嘅。跟住咧，隔住表最緊大咗啦，淺黃色嘅隔住表。做的時候稍微快，不過它這個印都不好。做的時候稍微快一點，其實它是這樣的，看著這個位置做的，離它遠一點、okay? 可以補救的，你如果不是籠的話，你用白色圈出來，但是不自然嘛，可以這樣做，最重要就是這樣。眼眉好似啊，白頭髮，好多人話腳點咪撲嘅咩？佢因為側面啊，所以唔係好清楚睇到佢撲撲。OK， 你可以唔畫個勾都得。睇住啊，撲係用紅色加黑色。咁就開始嘅係咪？短嘅咁樣樣兩下啦。OK， 呢度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你可以畫兩隻嘅啫，呢度可以多一嚿嘅，都得。好，另外一邊啦，呢度睇唔到嘅。一、二、三，得。趁佢未乾曬嘅時候，用啲紙啦。就係咁啦。加添㗎啦，好快手啦，係咪？要好熟，啊，真係好熟。Okay。好難。咁啊。第一次啦，咁今日啦，我就唔想你打數太多啦 ，OK？ 做一樣嘢俾我得噶啦，七個人啦，係咪？畫把線俾我得，同埋公勾，即係淨係畫呢筆得噶啦，即係嗱，我哋多次下睇住啊，呢下嘢真係幾難噶，其他嘢可以描，呢下冇得描噶啦，睇多次下，黃色做底夠噶啦，黃色咁多係咪？嗱，黃色做底，絕對唔夠加啲。唔該，陣自己整啦 ，OK。黃色做底，黃、朱、紅，紅唔夠自己攞下都係 OK， 自助啊。OK， 加黑色。好啦，睇住啦，我再一次啊，淨係呢一塊就 OK， 咁樣過嚟啦，上去。好靚啦，係嘛？出啲去。好啦，跟住又上去微乾曬。紅加黑，咁就墨紅啦，係咪？停，三下、四下、五下，得啦，就咁多。圍住啊，唔該，七個做。加邊個先？班長，你。